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护肤品不吸收的表现。护肤品不吸收的表现有：一、使用护肤品后搓泥，大部分是因为角质层过厚，影响对护肤品的吸收；二、使用护肤品后敷在脸上有黏腻感，很容易吸附灰尘和脏污，引起肌肤出现痘痘的现象；三、使用护肤品后皮肤毛孔堵塞，皮肤敏感的状态或者没有清洁干净，很容易造成无法吸收护肤品，导致肌肤毛孔堵塞。以上呢就是护肤品不吸收的表现。